夜兰操，原来姑娘还是知音呢。公子为何在我门前抚琴？城中正在清查严禁，偶尔会有杀伐刁斗之声。我怕姑娘害怕，故而抚琴，以伴姑娘清梦。罪妾身为俘虏，生死皆掌控在他人之手。姑娘放心，我会保护你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侮辱伤害你。